今日奉大唐皇帝之命摹兰亭。看岁字第一笔中空，可字现断笔，可想右军书此帖时心态通达，每阅此帖宛若身临其境，字美文美，情景交融，难怪大唐皇帝称赞兰亭集序尽善尽美，对他心魔手追。双钩填墨，吾必将以吾之记忆传兰亭之风采。天下书家，无一人能入我米元璋之法眼。但我奉兰亭集序为天下法书第一。兰亭集序清润，亦有秀气，转折与锋芒皆备，此等境界非知书者所不能到啊。前人法书古朴有余，秀美不足，而兰亭雄秀之气出于天然。故知以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殇为妄作，右军早就洞透人生苦短，告诫我后辈必当勤勉，不能空留枉然。到我福山这一辈，想要创新，难哪！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游目骋怀。创新还需回到书法之正脉，我自幼敬右军忠孝之名，作字先作人，人齐字自古，这书法的正脉就曾于兰亭之中。此地有崇山峻岭、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一带左右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以上以咏。
亦足以唱去幽情。以书事意，所以清怀，其志以是以后之兰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